人人都献出一份爱，我们一起创造美好的明天。三天啊，三天要集10000个签名啊，这根本就不可能。是不太可能。要不我们自己写吧？当然不行了，事关重大，不能儿戏啊。小姐姐，你有没有什么高招？我知道，知道。走，妹子，想背心的吗？想了解一下万明书吗？大叔，你知道万明书吗？你不知道对不对？那你看好了。想了解一下万明书吗？把这个拿回去给你爸妈签走。你有没有小时候觉得生活感觉很充实，但是又觉得是在虚度光阴？大爷，我这有个万明书，等我来了人你就让他上面签个字。什么什么书？万明书。没兴趣。这样你再给一张。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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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都作为这街上的一份子，是不是都应该尽点力？俗话说得好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只要我们人人都献出一份爱，我们一起创造美好的明天。这样下去行不通啊。你跟我说说那天那些女的为什么要追你？你嫁给我呗。明天送你一份大礼。来，签字签字，后面排队有点秩序。剩5000个了，加油大白呀，疯狂为大哥加油。打你说这螳螂是不是傻？你个武夫就不懂了吧，他们两个哪个比得上我们家王爷？我堂堂一个王爷。赶紧的排队排队，赶紧来，姑娘们还在等什么呀，快点。这样你们现在就待着，我去汇报王爷一声。哎，先想好对策。对策，楚将军有妙计。还没，待我想想。你急什么呀？我哪里急了？你看我急了吗？不急不急。都这样了你还不急？我要先走了。那你先回王府吧，我去前面会会他。王子，走哪去啊？都想进牢房里待着是吗？你们都告好了，还没签字呢。就是啊，过分哈，不耿直，差那么一点儿了。